这一段我觉得不太顺，的确有问题。哎，江安，太好了，幸亏你没回家。哎，那个这段词我觉得不太顺，我想跟你聊一下。会议室呢，导演正在和李萌对台词，他的戏比我们多，所以我想，要不然我们去康总房间一起聊一下。 真的是太辛苦了，要不然我们先走吧。让他多睡会儿吧。行，走，走吧，轻点。好，走吧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拜拜。 你说夜晚堆剧本就夜晚堆剧本，哪儿堆一个晚上呢？真的假的？苏老师的老公不是陆氏的老总吗？ 听说他俩上部戏就认识了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不是吧？新闻上说他们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他从康总房间出来的。伯言，昨晚睡哪里？去住酒店啊。一个人吗？ 累死了，明天再说吧。你干什么呀，博言？你和康瑞成在一起是吧？你在他房间待了一整晚，又读剧本。有韩若曦跟峰峰，不止我和康总。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陆总，你和嫂子真的打算离婚啊？你们的感情？你帮我跑一趟，告诉他我会彻底退出这个项目，我不会打扰他和康瑞成了。 那个康瑞成他根本就不是真的想签我，他就是想得到苏简安。现在他成功了，苏简安又看我不顺眼，他们俩就联起手来处处刁难我。我想回到陆氏，可以吗？小希，少凯，我知道你们两个在里面，给我开开门好不好？小希。 我今天来是特意来向你道歉的。